直播间最无奈的品牌方登场，来来回回站了半个小时了，还没说上句话。有请我们的品牌方。我来，这个品牌方，感谢我表三千，感谢我表哥。品牌方来，谢谢我家的儿子，谢谢我红哥，哥不行啊。好嘞，电话来。哎，感谢下去。哎，那位公子，谢谢我公子欧阳。品牌方，品牌方来吧。好了，完美哥啊，榜一榜二啊，记住了啊，从大白粉里面抽100个人啊。谢谢我完美哥。谢谢，就一个品牌吗？加拉尔加，不卖货了。哎呦，我那干嘛呀，大哥呀？大哥，你别刷了，你留点。你要干嘛呀？我是卖。感谢红哥。太滑了，你看大杨哥的表演开始了，你看好多滑，哇，这很滑的啊，看这完了兄弟，买俺的毛呗，这空调没有毛，人家在家里呢，连那毛没空调了，对不？不搞得叫你毛给堵住，白羊跑出一张毛发的嘛，给人家点，他没有加在毛，没非常长长硬塞，硬硬塞着，好高的，那啊，长毛呗，毛没老了。你刚才说啥？我怕媳妇儿。我不怕。不，你刚才说看着你媳妇就烦。为什么？然后说为什么烦？你刚才怎么说的？因为他不给我玩游戏。啊！小杨哥背后说媳妇坏话被发现还未察觉，最后相互揭短。你媳妇不给你玩游戏，你就说他烦。对。还有什么别的原因吗？我玩游戏啊，我玩游戏不干嘛，对不对？就因为不行。你是个狠人啊！我跟你讲，第一不刷牙，第二不洗澡，第三不洗，我晚上第四不洗内裤。你别理解啊！我的天呀！他有时候做梦，他有时候做梦抽搐，他在床上抽。
那是我踩的，踩到洞里面去了，就跟羊癫疯一样。然后那我踩到洞里面去了，我就做梦一下做梦，不知道怎么搞，一下踩到洞里面抖一下呗。大哥小杨哥是这样的啊，测试我们是可以做的，但是我们是不能够做一些暴力测试的，不能做暴力测试。对对对对。本人2岁开始学武，3岁参加了比赛，4岁得过幼儿园冠军，6岁1年级1等奖。结果，这个我们不敢测，行吗？对对对，我走，我测。让我们一起感受一下两头冲他是怎么上10万甲。疯狂小杨哥每周二和周六晚上8点与大家不见不散，喜欢的朋友们记得到时候收看哦。